这几年很多人说成龙老了不能打了，你错了，我要拍一部大的电影给你看。在打戏当中有一些背脸的动作完全可以用替身，但是大哥从来都不用替身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自己来做。拍动作片来讲，每一个弯都很难拍，我们拍的都是真实性的，给观众清清楚楚看我们在干什么，而且我们是人为拍过来，一定是真实的。我娃明啊，利用了欧洲飞鹰的一个九头鸟在沙发打，是一种君子打，不管我们怎么打不离开这个沙发。再利用摄影器材，再利用一些相框啊，画框要晃起来，用脚踹那个保安。那天大哥摔下来以后他没有出声，那次很幸运，直下的话我相信几个骨定是会破损。隔了15分钟大哥缓慢地站起来，就这样。你们干嘛那么凝重，我有没有死？命大克死牛魔王，再来过。第一次拍电影就能跟大哥一起演的 amazing。 这部戏我又发掘一个新的动作女演员张兰心，在目前来讲她是打得最好的。在这部戏产生到最大的帮助也就是我的腿法比较精湛，人高漂亮会功夫指日可待。我叫他们从2楼到3楼还有后空翻下来，脚拳太快了。最不满意的反而是打戏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本职。我叫他们做什么都是自己做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爆破的场面，为了安全一个爆破我们爆6天，每一段爆要分4次。检查检查检查，最后检查，最后检查，开秋风，开秋风。现在没有人舍得这么做。成家班。Action！ 动作演员的生命力非常短，我可以生存到今天，真的已经是一个奇迹。人家好的话呢，我听见苦不在心；坏的话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当时我要做一些动作，你都做不到。哎，有。批评我的人，你都做不到。很有计划的。去证明给你看，我还能动。